他那个算相馆啥？嗯。他是在玉米地里边养鸡。玉米地里面养鸡啊？鸡可以吃草，地里的草。嗯。鸡把的背可以背上。哦，鸡的背上是啊，这个很棒哎。我养养鸡，搞得很好。如果有机会，他现在还搞事业。他现在有没有那个，就旁边有没有，就是大家都去找他了？啊，他吧。啊。看他现在那些，比如说那有些人想卖这种青石瓷盒，我是不到他去。不到他那去。啊。再就是还有个叫吴有成，张安顺的。嗯。他家里有一片这个山芋树。山芋树。啊，张安顺。